花少团一些奇奇怪怪的默契，小胡正在给大家翻译海豚喷出的水花形状，像人跳到水里面大水花一样碰一下。掀起波澜。巴巴作为导游在悠大家一默，副驾老王哥立马 get。哎，大家往左边看，是冰岛，是冰岛。再往右边看，是冰岛，是冰岛。雷姐说自己是中流砥柱，旅行是在享受。老王哥只说了一句 just， 招招就接上了。享受 just enjoy。本来由于经费不足，准备放弃去山顶餐厅时，经过商议，还是决定前往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啥事儿别往心里搁。海陆姐被胡言乱语夹在中间，本来想要逃离，结果打不过就加入。如果说你不想住在这里的话。那么